直击奥黛丽·赫本电影最美笑容，总有一张让你的心灵震撼。奥黛丽·赫本无与伦比的美貌、惊人的时尚天赋以及罗马假日、蒂芙尼的早餐、美丽、气质好、善良、天使一般，构成了绝大部分人对赫本的评价。她美得如同坠入凡间的天使，优雅的笑容令人炫目。罗马假日里，奥黛丽·赫本出演了一个到民间微服出巡的公主，俏皮的刘海，美妙的下巴，灵动的眼神，窈窕的身姿，永远的平底鞋，紧束的腰身，飘逸的裙摆，馈赠给世人一个永恒高贵的公主形象。奥黛丽·赫本美丽出尘，气质高雅，但她自己则表示，我从不觉得自己美丽，我希望胸部不那么扁平，肩膀的线条不那么硬，我的脚那么大，鼻子也太大了。可见赫本不仅平胸，而且还腿粗，但其本号称有100套完美的穿搭。这并非指具体的100套服饰，而是赫本太会穿搭了，因此大家这样夸奖她。奥黛丽·赫本被誉为世界女人的典范，她一生中共荣膺5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，1999年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，2002年5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纽约总部为一尊7英尺高的青铜雕像揭幕，雕像名字为奥黛丽精神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